你会唱泰国歌吗？会。有这个醒的声音，好好睡啊。所以平时出门，就是你也会把你的衣服做一些变化，这样。会，当然会。这个就要好好学习。哎呦，我别学这个，没有。我有你十分，1%的能那个不需要审美，有才华的人不需要。不是这样讲，还是伦哥也很有才华，对啊。你还会弹古典吉他？哎呀，那跟你们比起来，那就不叫事儿了。没，不要这样。你们这都是专业，这是真正的专业。像我就是属于只能靠机遇那种。你这后来转的好，你小提琴说实在的，你能就是后来能拉的首席有几个？但是有的时候对我来说，小提琴是一个出口，就是当我需要抒发情绪或者是想要逃离某个现实的时候，我会去练琴。对啊，所以你看嘛，就是我第一次听你拉琴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可以把它融入到情感里边的。借我看一下，我觉得你鞋子很美。我也觉得你的鞋子很美。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那看鞋子。哎。很快吗？哎。有没有？你没事吧？我咬你，咬死。幼稚哎、欸！你开始害我变成幼稚，真的都你们害的。今天的天空依旧蓝蓝的，和昨天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走过雨的屋檐。你说把爱紧紧放下会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已走过的世界。忙什么？哟，是不是一个创作搭子？我的歌，来，我来。我是蔡明佑，我现在在创作才子朱星杰旁边。我是那个蔡大师的这个小跟班。哪里小跟班？你乱讲。我是蔡大师的小跟班。我要跟蔡老师写歌。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小创一曲？好，来，请把这个交给小弟，交给你。不，对，彼此这样子的，我们都是同，没有分任何的什么辈分之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是创作 partner。那我们这个主题要往哪个方向去呢？我喜欢 maybe love song or R&B。R&B。哦。
顺。哦，我们一起来 R&B all night 从花会开，那都是 my life， 我可能都是爱。朱星杰接下来一定会创作出非常厉害的歌，请大家好好的期待。Yes sir， yeah。这个菜是？景郎，干什么话呢？景郎，这是我买了。干什么话呀？三四个牙膏。你怎么觉得我上不去是吧？你这么去喝啊？你要干嘛？学我不是学我说话吗？没有啊，没事找事啊。没事找。给我起来。怎么你们俩怎么这样啊？去其他的 AU 的东西，因为他这个是明显的旋律，在水里面唱歌，然后提着 demo 的那个，特跳到水里面去，然后被挣扎，嗯，有有有，所以刚才那个就特别水感，水里收音之类的。哎，在水里唱这个，你要怎么？他如果到那个时候还在水里的话，那他真的就是水美人鱼了。美人鱼，可能跳一次，然后把所有的水里面的鱼都不断的拍。哇，挑战好大呀，这个。对，一定要保护啊，这个很。能带我去安可？我两首我都很喜欢，但是。我管你，我听到他一些很阳刚的东西，是可以去展现我的另外一面。小九在小鱼这边，菜菜去我管你，可以干起来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来，日月星辰，加油！